唐宁秘境除了藏在巷弄里，也可能藏在金碧辉煌的酒店里。Café de Guerre 就是从中正纪念堂附近的巷弄起家，受邀进驻酒店的特色店家。金色吊灯与高脚椅搭配大理石吧台，处处点缀的植栽绿意，高贵典雅却又令人心旷神怡。店内的招牌是经典迷你汉堡，炸的酥脆的软壳蟹堡是令人难忘的美味。餐后甜点一定要尝尝特制的大吉岭戚风蛋糕，采用唐宁铂金系列的大吉岭庄园双分茶，将茶叶切成碎末制成戚风蛋糕，浓郁的红茶更能呈现戚风蛋糕的风味。如果想喝热饮，推荐晨光草原柑橘花茶，香氛十分，令人沉浸在舒适的氛围。如果想喝冷饮，就来杯特调北欧多莓果茶，萃取胭脂莓果茶当中的玫瑰果、珊芙蓉、蓝莓、覆盆莓的天然红色茶液，加入自制果酱，酸酸甜甜的口感仿佛恋爱的滋味。一杯好茶，一处秘境，就是属于我的唐宁时刻。